闲的没事就把村口大粪挑一挑。我自己闹腾玩，管你什么事了？还真管我事了。你一会儿温度高，一会儿温度低，我宝宝的性别全乱套了。笑话，性别不都是天生的染色体决定的吗？咱们海龟可没那玩意儿，性别全靠一种转录因子来决定，而这种转录因子又由孵化温度决定的。温度高就大多是雌性，温度低大多是雄性，只有温度适中，性别比才正常。那岂不是温度越高，生出来的雌海龟就越多？我帮你。温度也不是越极端越好啊，我可怜的孩子们。生腌真的是潮汕毒药吗？你快说，我生腌虾和你还是不是天下第一最最好了？哎，他们都劝我离开你。我哪里做的不好？我改就是了。他们说你养了很多寄生虫，肝吸虫、肺吸虫、圆管线虫，你的心都在寄生虫那里，怎么还顾得了我的死活？吃了我，我就换新房了。你听我解释啊。他们还说你脏得很，带有富溶血性弧菌，这种菌最喜欢盐了，所以盐杀菌不能起根本作用啊。盐浴真爽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听我解释。你还可能携带病毒，沿海地区有不少甲肝病毒，都和吃生腌有关，白酒消毒作用有限啊。我在那个环境也是身不由己啊。解释就是厌世，你真是潮汕毒药，我今天必须离开你。不然我都切开这么久了，快来吃完。不是我不想吃啊，你黑成这样多影响食欲啊。你还好意思说，有没有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给我做美容？咱们苹果富含酚类物质，最爱氧化了，一个不注意就容易变黑，是不是你没努力做防氧化？我努没努力不清楚，一个苹果敢这么跟我说话，这垃圾桶你进定了。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在表面涂一层柠檬汁，抑制酚类物质的活性，我就不会氧化变黑了。有这好办法早说不就行了吗？有只鹦鹉一直在我身上吐来吐去，怎么办？咱先等鸡。喂，我要泼天的富贵，你这给的是泼天的口水啊，别吐了。哇哦，好羡慕你，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？如果他能对我吐一口就好了。你这鹦鹉脑袋没烧坏吧？公白额鹦鹉和我们不同，公白额鹦鹉只会朝自己的求偶对象呕吐，呕吐是他们的求偶行为。你看看他这丰满的羽翼，漂亮的脸蛋，多么迷人。原来是这样，咱们仨把东演好比什么都重要。刚满一岁的小城即将驱洒街头，这到底是道德的毁灭还是人性的沦丧？这个脐橙这么新鲜，肯定很甜。你难道就不想知道这里谁比我更好吃吗？嘿，别看我，你们先聊，我先滚了。就是他，抓住他。他就是一老登，哪有新鲜的好吃？你这就不知道了吧？脐橙啊，是后熟水果，刚摘下来的时候反而没那么甜。脐橙断掉果蒂后，果子不再吸收养分，放置几天后，果酸会逐渐挥发，而糖分不会挥发，会进一步凝聚。一般呢，脐橙存放3天是清甜，7天是蜜甜，12天就是超甜。原来最好吃的是你呀，老邓，抱点吃来。快点拉小树懒，老鹰要来了。我一个星期才拉次屎，别催我。你吃顿饭要个把月来消化，没见过谁像你便秘这么严重的。要不你试一下开塞露吧。抛开剂量谈便秘就是耍流氓，虽然我拉的次数少，但是拉的量多啊，一次能拉我体重的1/3呢。皇上不急太监急，你拉个 shit 能从早拉到晚。你们树懒有50%死于拉屎这个事，别人拉屎是享受，你们是想死。你这简直是危言耸听。老兄，你好歹等我拉完再抓我。抓你就抓你，还要挑时间吗？邻居家火龙果结得正好，好一个重重。笨蛋，用种子种火龙果少说得等5年。谁说我要用你种了？
直接用结果果的强壮枝条扦插，我比你强啊。我怎么躺着也中枪啊？火龙果的命也是命，这点水你打算渴死我呀？火龙果耐旱不耐涝，少浇点水更利于你生根啊。放心，霍贵妃，你的福气在后头。你礼貌吗？这次又想折腾啥？这是让你的营养生长转变为生殖生长啊，不然一心只想往高处长，谁给我开花做果？算了，我都被你折腾成这样了，随便吧。好好干，以后奖励少不了你的。四季中的火龙果就是香啊。吃饭后如何快速去除蒜臭味？弄几颗大蒜吃面。太疼了，不要啊。疼？一直都是这么锤的。大姐锤锤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慢着，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。还给我装蒜呢？我本来就是蒜，我有蒜素，它含有可挥发性的硫化物，像臭鸡蛋一样臭，会随着你的呼吸排出来。吃了我，你连呼吸都是错的，是臭的，臭自己没事，臭到别人可不好。这还真的有点困扰我。我都是为你们好，为什么还要锤碎我？虽然吃蒜会有口臭，但是我们可以使用苹果、花生、生菜、牛奶等食物去除口臭，避免不吃蒜味道少一半。等我臭烦你们。工作一定要努力，努力没用，运气大于努力。我看你是被洗脑了，怪不得没出息。烦死了，两个笨蛋吵什么吵？你他妈谁呀？住海边呢，管这么宽。还是个暴脾气呢。这是喷瓜，随着果实成熟，种子四周会挤满粘稠有毒液体，它们挤压着果皮。真是压力山大呀。这时喷瓜受到外力接触，就会喷射出粘液和种子，而喷瓜本瓜一般能喷到5-6米远呢，喷瓜也因此得名。这就叫厚积薄发，你要向它多学习多努力。别念了别念了，你看它繁殖靠的是外力啊，运气可真好。这世道谁还信努力就会成功的论调，谁就是250。当人和当瓜的哪有资格选择自己的命啊，都是偶然的靠着运气走上人生巅峰啊。这天冻死人了。哎，有山楂和板栗，买来打打牙祭。不要把我和板栗放一起吃啊。对对对。对啥？你俩一起卖咋就不能一起吃了？我里面有鞣酸，板栗里有丰富的蛋白质，他俩相遇就是干柴遇烈火。小蛋蛋，我的心肝。小柔柔，让我们水乳交融。我姓石，我妈鞣酸，我爸蛋白质，我姓石。造孽呀、啊！搁这蹦迪呢？你是想让我歇菜是不是？谁稀罕你的咸菜？就你一天乱吃。老年人、糖尿病患者等胃动力差的人，最好别一起吃山楂和板栗，容易得胃炎啊。对对对，对啥对？我18岁，吃了没事。抗议抗议！整天奶茶、烧烤、山楂、板栗还一起吃，真想快点去接太奶了吗？